BLACKPINK 的中国粉丝近日因为在网络上责怪 TWICE 的粉丝引发热议。据了解，YG乐18日在 BLACKPINK 的官方微博发文公告，原定19日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举行的 Light Up The Pink 活动因疫情不得已取消，让得知消息的粉丝们非常难过。然而就不理智的粉丝发文指称，该场活动根本不是受到疫情影响，而是因为 TWICE 的粉丝们举报才逼不得已取消的，毫无根据的指控也立刻引发论战。而网友们得知消息后也纷纷惊呼，这些人真的是没事找事做，有那种闲时间不如去多刷几次新歌 MV 呢。